也可以把这个玫瑰花粘在这个滴形的花夹，滴形的花夹是这样子使用的。它这个花那个滴形的花夹本身就有很多种的色彩，大部分是那种铝的颜色。那这个做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边哈，这个要夹，把那个粘土跟这个花夹呢要结合得很好。那这个材质是山西雕塑土，山西雕塑土它的特性就是作品干了以后很坚固，那你就是作品脏了或者淋到雨水，它都不怕你用水刷洗它，它保存很方便。它颜色很多种，你可以自己调配出你要的深浅的颜色。我们是把它包装在那个透明的盒子里，所以你可以很详细的看到整个作品的完整性。那你如果使用完了以后呢，你给它放在这个盒子是活动式的，你可以随时使用，不要把它丢了。这个这样打开，然后你随时可以把作品再给它保存回来。那你寄给亲戚朋友呢，这个也蛮轻巧的，很好寄。这上面都有写，它是山西雕塑土纯手工捏塑出来的，这是滴形的花夹。